等我鼻子治好了，你猜我最想闻到什么味道？是一个女人。如果你娘不同意的话，我就假扮成魔王去抢亲。是我呀！你是怎么知道蝶恋花的配方的？爹，老爷，你要杀老爷，就先杀了我。你是我的亲生女儿，她是杀母仇人的儿子。 如果你真的爱我，你不要再来追我。